今天我们要组装的就是这一个。大家好，如果你有留意我的视频，我的嗜好是购买、组装和收集不同系列的这个 LEGO Blocks， 这也是要符合我的品味，只有我喜欢的系列我才会购买。由于这一次我的老婆和我的女儿会加入这个组装活动，所以我会先让他们先开始，过后我才加入。今天我们要组装的就是这一个。你们可以看它全部是3081片，比起我之前组装的都是在300片左右。虽然之前我在FB 分享过这个组装，然后今天这个视频是纯粹让大家来看看一下这个组装的整个过程。这个是我们普通看到的，然后这个是迷你型的，然后这一次的是这样子圆形的，所以你可以看他们三个的尺寸都是不一样的。
much, much, much later.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